今天是我们排练的第三天。席地而坐团，只有七个人，我不想坐。北京老师，独领风骚，张真怡，还不是你赢？那很适合你，现在像那个特别肥美的一个豹子，你知道吗？你拍吧，要砸我相机了，哎呦，哎呦。你先像个巨人，我看看你对我干嘛？我喉啦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的鼻孔在说话，我现在没有眼睛。命啊！不好，对，这是七还是二？这是二。我觉得每天都在被欺骗中。说好的两点钟，两点半我们发车就回去，现在都晚上七点半了，是可以去梅奔彩排了，还有两天。你嚣张，刚才烫我是不是啊？我都没感觉烫，给我手都烫黄了。那个跳的怎么跳来着？韩国的一个，对。Ready, go, jumping. 哈哈，蹲下的跟你就是正常的水平是一样高，所以就看不太出来那个曲。旁边边缘的成员是 X 的人，立马排队齐啊，就是斜排站齐。戴萌，你们站在旁边的人，你们排比较站齐，前面老师往后退一点。哎，对，是的，那个练功。看见排队齐了吗？不动嘞，刚才生嘞。我现在十分担心我头上现在动的这个东西，好吓人哦，它在晃哎。我们现在在圈下面。我这鸡脚会吗？你好呀。你我脚丫比你大哎，我这学四零的。啊，我38。哇，你俩都好大。你多大？我大。让按摩了解一下。没有，哎，没有对上焦，他对到别的脸上。对，对焦。我们刚拿到了灯。27号，反正现在就在试。你这个长了，你赶紧叫他。别那个颜色，真的太绝了。我觉得这个面罩真的很好哎，为什么不用？我觉得很好看。握手会用好不好？我弄不住哎。这么多人，这是座位图。将近3点钟，我们现在在染头发，很配耶，我觉得。我会拍到什么不得了的东西？我会帮你打码的，我会帮你打码的。手动，对，真。看我有没有漏的。差不多。我要转行了，马老师说抢你饭碗。Ready go， 不要 ready go。
把脸都弄下来，好看。现在还有半个小时开场，我们是第一首歌先上。根本就可以连连看，消掉。我一定要标明，我们一定要大红色，或者是酒红色，要换一个颜色。这玫红色真的太喜欢，你不要挡住人镜头，我要拍潘潘。不是拍我吗？拍草草。Hello， 你看我们的衣服好好看，好好看哦。笑吧。后面还有字，我记得。你看红火花。我可以做同款。我们队不好吗？我们队不好看吗？我没有说不好看，就是很美，就很漂亮。我觉得最漂亮就是我们队，今天全场最美。你看，就是从都市来，我从乡下来的，而且还是那种远古穿。我也要来，我也要来，村妇。看你这夹在中间有什么感觉？害怕吗？像去日系美少女，我是泰国人哟。对，你今天视频吗？对。那这个好看，你们这可爱。我昨天就看了这套了。我自己搞的。怪难怪，加油加油，谢谢。哎，是我的类型啊。腿上热搜了，大哥某某腿漂亮，漂亮，对，你走开吧。妈妈她爱你。梦瑶开心吗？猫猫好。好看好看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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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坐吧坐吧，好啦，直接走了。叉叉往哪儿走啊？往哪儿走啊？张雨欣，叉叉，张雨欣不理我们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拿奖杯跑了。看我们一眼。小苏腿好细哦！厉害！哎呀妈，这么厉害！排在第六位的成员。Thank you.